你的双击，么么哒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，今天是3月9号啊，礼拜一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复工后啊，这个北京的工作日是什么样的，好吧？这边呢是公交车站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还是没有什么人的。平时这公交站呢人特别多啊，我记得等车的人呢有时候多时都排队啊。哦，现在呢这个，反正我看大家是有必要才出来啊。那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这公交车挺多啊，但是车上没什么人。然后这边马路上呢车挺多的啊，大家都出来上班了啊。但是呢比这个往常的人啊还是少多了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马路上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车啊，桥上呢也没有什么人啊，就那么几个人。好，那朋友们，这个呢就是北京复工后啊工作日的一个情况啊，这个户外出行的人啊比原来还是少多了啊。好，那朋友们，复工后你们家那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？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好，那这期 vlog 呢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